个绑带是送给大家的，我觉得不绑也很好看呢、欸，因为它是有点那种围棋士领的感觉。再来呢，它全部都是做这种嗲嗲扣，非常方便，口袋是真口袋哦。然后手袖大概落在五分的位置，然后这边也不会紧身，所以你想打开也 OK。侧边是这种前短后长的弧形，我觉得这个到 L 号穿它都没有问题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它不要收腰穿也好好看。然后整条袋子就送给大家，你想要用绑的，想要用穿的都可以。那像我都会绑一个比较像风衣式的平结，我觉得质感升级，超级软料的。它的粉我觉得非常的提亮肤色，不是那一种会让你黑掉然后暗肌肤的感觉。如果你觉得粉红色对你来说太亮，但你又很喜欢这件版型的话，你就可以先从这个军绿色的入手。那它其实没有绑带的状况下的话，当外套这样子穿也很好看，就是随性的感觉。然后整件面料的话，它其实是有点类似像丹宁牛仔面料，但它是做薄料，夏天你们能够穿得住。虽然是软料材质，但是是挺得不易皱的，所以这件也不太需要去整烫它。如果你是小个女生，你可以把它当洋装穿，下衣适中搭短裤、哦。那你如果想要正装当外套，你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，或是我刚开场的时候那样穿都可以。就是其实用不用这个腰带，我觉得就是看你们自己，然后不同的穿搭。